天使真正的样子到底有多可怕？这个视频是一位数字艺术家还原的天使真正样貌，太可怕了。天使不应该是圣洁祥和的样子吗？其实在希伯来文的圣经当中，天使的描述真的是让人擅自狂掉啊。比如以西结书里写至天使基怒伯就是这个样子的，在基怒伯的翅膀之下显现出人手的模式。我又观看见基怒伯旁边有四个轮子，这基怒伯有一个轮子，那基怒伯有一个轮子，每个基怒伯都是如此，轮子的颜色仿佛水苍玉，至于四个轮子的形状都是一个样式，仿佛轮中套轮，轮行走的时候向四方都能直行，并不掉头，头向何方他们也随向何方，行走的时候并不掉转，他们全身连背带手以及翅膀并轮四周都布满了眼睛，这四个基怒伯的轮子都是如此。基怒伯各有四脸，第一个脸是基怒伯的脸，第二个脸是人类的脸，第三个是狮子的脸，第四个是鹰的脸。这个描述简直是太克苏鲁了，怪不得天使见到人类第一句话总是孩子别怕。